小老板哟，我们按照主的意思，我们现在进入到了一个灵的领域。接下来这首歌，我们全心全意的奉献给上帝，希望你们都能将自己投入在这个其中，不要害羞，不要害怕，相信神，神永远在我们的左右，永远永远都会帮助我们。最重要，在你需要的时候，你只要好好的祷告，他就来了，我们就会得到力量。来，我今天去旁边主持一下。怕弹错？哇，都已经这样，你不会的时候明显。我想要等到安静。他们很难唱了，听过他。听得出来要弹什么歌吗？我们就开始唱，然后就不会被，就会忘记那边的声音。你们先喝，这样可能会比较好听一点。不可能，我们要先练一下吧。我知道了，神。唱回去啊，不是完成哎。结束了，我听到他的过门。哎，结束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！Thank you.
谢谢。